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准时光临全民新攻略。一个好故事胜过10条硬道理。善于说故事的人呢，不仅能够适当的包装自己，更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简单易懂。而今天晚上哪一组故事行销达人又将发挥他们的智慧，为自己写下一篇 Happy Ending 的传说呢？欢迎三大战队。来，第一组是最强话术的购物专家宇安和他的好朋友加医科的医师郭威廷，欢迎两位。Hello。第二组是用音乐说故事的歌手啊，严正兰和他的亲哥哥双金视觉特效的得主严正清。第三组是投资顾问的分析师老王和营造业的工程师好朋友俊尧，欢迎两位。今天有作品要分享了，没错，我的第二张创作专辑独占发行了，然后呢有双封面，第一个呢是数位版，这个呢是实体版的，然后这张专辑呢很开心，就是有请到了第一首主打是跟顽童的大渊一起合唱的低音轰隆隆，希望大家会喜欢。哎呦，现场不能唱有点可惜，不过你这个哥哥倒可以好好介绍一下。好，我的哥哥呢，他这个在一年内呢就得到了金马金钟台北电影节，非常的厉害，哇，最佳视觉特效。他已经是像他们说是视觉特效界的姜蕙。对，只要有报名就会得奖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谁受得了啊？太狂妄了哦！我检讨检讨。但是你长得真低调，就是，哎，不特别讲也不晓得，他做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好了，我们马上要进行福袋时间了。题目是：每组运用30秒的时间，只有30秒，用故事向陈哥推荐吸引陈哥让你们指定座位顺序的原因吧。为什么要应该让你来安排座位，好不好？好，准备，30秒，准备，请开始。我们呢是史上最幸运、最新的兄妹档。我的哥哥呢是刚生出来二宝的新爸爸，并且在一年内获得了金钟、金马、台北电影节的最佳视觉特效。而我呢是刚出新专辑的新手妈妈，所以人家说卡喘无精神好，就算我脑袋不是很好、很健忘，但是幸运之神还是5秒眷顾着我们的。我会有。时间到，谢谢。好，第二个，你们这一组我想应该是于安了吧？对，应该就我来了。往前站一步。好，为什么要让你来安排座位？请开始。好，为什么要我安排座位呢？其实节目最重要就是收视率。那我跟人性已经斗争了20年，所以这20年我知道所有看电视的你在想什么，我说什么你会有 feel， 我说什么你会想掏钱。所以呢，待会如果顺序是由我安排的，我可以让大家在短时间看到你想看的，听到你想听的。重点是收视率，我刚刚做了功课，目前最高已经破1，那交给我安排，大概可以破2吧。哇！你们那边应该是老王了吧？计时开始，陈哥、各位大哥大姐、各位四位，今年的股票市场遭一场灾难。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自己手中的股票什么时候由亏转盈？陈哥，也许你有台积电，想知道台积电会不会回到500块、600还是700块？相信让我站在第一个位置，我用财经的角度让这个节目变成财经节目，而且我是中吴中文系毕业的，我还可以让变身陈哥的另外一个节目中文节目，所以选我在第一个一定是最棒的选择。不好选怎么办？陈哥。不要跟财富过不去，我每一题都可以解一档股票，再答题。陈哥，不要跟收视率过不去，节目要活下去需要收视率。是，广告收益也很重要。哇，好难选哦。我决定向金钟靠拢，严正男获胜。好。今天我不得罪两个人，他们讲得太好了，所以我不能选，我只有选你，懂我意思？我懂，没我意思吧？我懂。好，大家都想选他们，对。来，严正兰，谁坐第一个位置？
我坐第一个位置。你坐第一，谁坐第二？第二个位置，老王，因为我想要加入会员，跟他获得他一些好感度，也许我可以得到一些资讯。一些资讯，好，那你们就第三组了。新攻略机会赛，请各位。蔡尚华进入到我们的机会与命赛制，提醒大家在机会赛分成三个回合，坐在机会区努力成为答题英雄，而在命运区决定的是你们的奖金。最后只有一组赢家，请开梦幻大门。这一集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包含了造型拼图组，还有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空气清净机。十万大奖呢是葡萄酒显影机，20万大奖是玉手温感大师按摩椅。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奖品通通带回家哦。严正兰准备，新攻略机会赛 Round One， 请出题。台湾基金会曾经发布了国外对台湾形象调查计划，请问什么名词最能够代表台湾的整体形象 ？A. 思维创新 ，B. 医疗卫生进步。我的答案是，哎，不是，快，可以讲吗？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你不认为台湾的医疗卫生很进步吗？觉得这个答案好像有一点太理所当然了，因为台湾的健保真的是很好，但是思维创新感觉是台湾这个小岛，就是感觉就是充满了创意，是我们最精彩的软实力。没错，而且我们有很多，就像两性平权也是在世界上面也是亚洲区是算很前面的嘛。请揭晓。根据这份调查啊，其实呢，台湾在国际上大家对于我们的认知呢，通常都觉得我们是非常的奉公守法、尊重法治，同时医疗进步，并且呢是很有创新的一个这个国家哦。那同时呢，台湾呢，不管是在这个企业形象啊，或者呢是在整体形象的排名，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台湾人，我叫老王，跟你一样。你会不会是整个股票分析界的张立东啊？哎，真的有人讲。不过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王阳明之类的。没有啦，哎，那是张立东太大声了吧？好，开玩笑，开玩笑。表力权转移，王阳明啊，不，老王准备，请助理。报道疫情影响了中学生的身心，导致抑郁的症状，尤其哪一件事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影响最大 ？A. 与家人相处 ，B. 与朋友无法见面。我的答案是 A. 与家人相处。锁定。我跟我女儿每天相处也是，所以我理解这样的痛苦，就是 A 了。与家人相处之后的结果是抑郁，是就好期待可以就会抑郁寡欢了，不会抑郁寡欢，就是我觉得照顾小孩啊，难免会有点冲突吧，是，对，哦，世代的差异，是，你女儿多大了？3岁，三岁就有冲突，不要不要事情，我那个沙发，她每天回来固定就悠悠搬回来固定睡那个地方，她要喝奶奶。我不能在那个沙发坐一下，他会用脚把我踢开。他说：“爸爸走开，爸爸走开。”那是你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把他的脚移开，他就会再踢回来。这种，你是他的生父吗？是是是。我是觉得我应该对他太好了，宠坏女儿啊，真的没办法。请揭晓。这个研究调查以后发现，其实中学生有抑郁情况的还不少哦，将近30%。那他会导致他在社交的方面，可能常常会出现口干呐，或者呢是颤抖啊，总是很容易会紧张的一些情绪出现。那其实呢，会造成他们抑郁很大的原因都是来自于家庭，可能会超过你的想象。但是呢，在这个香港中学生，居然有70%哦，觉得自己跟父母的关系是不太好，甚至是比较疏离的。好了，答对以后，俊瑶就开你忙了，该你忙哦。10000放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我只有不能提示跟无法提示两种，逻辑错误，所以少一个零。1000元，老王继续，请出下题。近日
有多幅的名画被袭击，引发了争议。那么博物馆学的教授分析，参观者会偷摸展览品的动机是什么 ？A 想要拉近和他的关系 ，B 潜意识想要拥有他。我的答案是 A， 锁定。潜意识的想拥有他，那你觉得没有吗？没有，你就在梦里拥有他就好了。你就是想跟实体有接近，所以你会想要拉近跟他的关系。雨安，我觉得应该是潜意识想拥有他，就是你会对那个东西有崇拜感。比如说你看到女神，你就会幻想说，哎，我希望把女神带回家的那种感觉。哦，这样子哦。嗯，如果你是潜意识。我不可能说潜意识拥有想要拥有成哥，我不可能就冲出去啊！我一定是想要拉近跟你的关系，我才会冲出去啊，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听不太懂。冲出去。请揭晓。哎，对啊。为什么会有人去博物馆想要摸这些名画或雕塑？其实呢，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想要先验证它的真实性。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平常我就在历史课本上面看过的东西，现在真的在我的眼前了吗？我想要来摸摸看蒙娜丽莎，就是那种感受。那第二个呢，是想要跟它有一点连结，你会因此觉得你好像跟历史的长河上面某一个重要的东西呢，终于产生了真实的这个连结感存在。而第三个呢，就是可能跟朋友一起去，你想要恶作剧开个玩笑，要让朋友看看你调皮搞怪的一面，所以你会故意去拍拍雕塑的屁股啊，或是拍拍狮子的头啊，才会有这些奇怪莫名其妙的举动。俊瑶，该你。一万放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又不能提示。你一定是弃毒犬。你怎么样都可以把一千块找出来。再一千，恭喜。逻辑正确。请出下一题。医院统计孩童误食异物的案例，其中有9.5%都是发生在家中，又以哪一个时段的发生率最高 ？A 10点到16点 ，B 18点到24点。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为什么是六点以后？家人都在嘞。我就是因为觉得都家人都在，所以才会出事。我有个朋友，好妙哦，9.5%哎。因为有时候你就会太轻忽家人都在的危险性。我有个朋友，他的小孩，他把他弄去浴室洗澡，他小朋友喜欢在浴室洗澡，一个人玩水。然后我朋友就让他洗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嘛，他有这个习惯。然后我们聊天聊半小时，哎，那你小孩嘞？啊，还在浴室。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发生这种事，就是太轻忽他的危险性。反而容易噎到，只因为你有一个荒唐的朋友，你就认为是真的荒唐。对，请揭晓。误食异物，真的哎。好，其实比起来啊，小男生比小女生呢更容易会误食这一些小东西，而且呢，到了晚上的时间，他们可能饿了，所以呢就会随手看到什么东西抓了就放到嘴巴里头。那纽扣电池就是小孩最容易吃的大魔王，而且小很容易不小心他们放到嘴巴里面就吞进去了，它里头又有很多化学物质哦，其实是有毒的危害的，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准备，一万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逻辑正确，但选到最惨的，100元，加油哦！好，再给我一次机会。他真的快撑不住了，你要加油，请出下一题。在日本，他们没有坐月子的习俗，但是他们也很注重产妇的营养。请问产后的每一餐几乎都有什么 ？A. 味噌汤 ，B. 冰牛奶。A. 味噌汤，锁定。米寿西鲁，你不想反逻辑啊？反逻辑，我觉得味噌汤，日本人感觉不能没有味噌汤，所以他们应该还是会喝味噌汤。你知道欧美国家会喝冰果汁，吃冰淇淋，为了要刺激里面的降温，因为里面温度很高，所以日本人不会啊。好啊，好了、啊，日本人都不会，好、啊，来揭晓，来没关系，你最好对。
看吧，俊尧，我跟你讲，他撑不久了吧？我松了一口气了。好，今天像日本，他们就比较没有像是我们台湾有这个坐月子的习俗，但是呢，在产后的三周呢，他们还是会尽量煮一些有助于产妇的食物来多给他们吃。那他们呢，跟我们比较不同的一个点是哦，像是呢，在华人地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产妇啊禁吃生冷的食物，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禁忌。同时呢，他们在每一餐几乎都会吃一些冰的水果或者是喝冰的牛奶。那像韩国呢，他们呢是会喝海带汤，因为他们认为呢，海带里头有很多的微量元素。也能够帮助产妇的身体恢复。打力拳转移，余安也等很久，该上场，加油，气出力。每个人都是孤独又独一无二的存在。美国研究发现，哪一个年纪是孤独感的高峰期 ？A. 10岁中旬 ，B. 20岁下旬。哪个年纪是孤独感的高峰？我的答案是。10岁中旬，锁定。因为我觉得到20岁了，基本上该有朋友都有了，就是你比较容易已经找到骂己了。到10岁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都还在寻找谁跟自己处得来。哦，你这样想。因为我本来看到题目，我第一个想到哦，应该是50-60岁了，空巢期了，应该比较孤独。哎，下面看答案只有10跟20，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让我挑，我会挑10岁。来，姐姐讲。美国的雅各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就统计出来哦，就是人最容易感到孤独的年纪是在20岁的下旬。那第二个容易感到孤独的年纪呢，是在50岁的中旬，也就是年过中年哦。那第三个容易孤独的是在80岁左右了。那其实那种孤独感哦，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人陪你一个人而感到孤独。其实最可怕的孤独感呢，是你身处在大众之中，但是呢，你却在喧嚣中寂寞，觉得自己一个人一世而独立，并没有人可以懂我内心的那种感受。严正兰，该你了。好，请出下题。网络盗版的内容持续上升，根据英国报告统计，请问哪一种类型的盗版流量增幅最高 ？A. 音乐 ，B. 电影。我的答案是音乐。A 呀，嗯，锁定。就盗版都有哦，这两个盗版本来就有，是成长最多。因为我觉得音乐越来越是大家自己就可以创作出来，就是创作的媒介越来越多，可能自己在家就可以 home studio 做出来，所以在版权上面可能注册的人会更多，产量更多。可是电影的话，要拍一部戏，应该资金需要的更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音乐的。量产本来就会比电影还要高。请揭晓。英国的统计。我是反指标。好，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啊，音乐的串流平台其实蛮多的，不管是 Spotify、Apple 的这个 Music， 或者呢是 KKBox， 其实大家呢都会用这样付费的方式去听音乐，所以相对来讲呢，其实音乐盗版呢增幅其实真的不太高，大概3-4% 左右。可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人会在家里头追剧啊、看电影啊，因此呢助长了很多的电影的盗版猖獗，甚至多了将近50%，这也是呢这个盗版最多的一样东西哦。大地先转移，老王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挠，他又回来了哦，很容易。有点累啊，说实在，啥都累。永龙，严正兰，好，你要不要争？要把机会给我吗？你坐那里，你得加油答对，要不然你爸妈不知道你哥有来。真的，真的，因为我哥在 Q 哥，我要换，我等下换，你等下过来坐。老王准备，请出下题。朱元璋对于贪污非常的严苛，下令贪污62银子的官员直接斩首。请问大约是现在的多少钱呢 ？A. 10万元 ，B. 20万元 ，B. 20万，锁定。你会换算吗？我不会。来揭晓，希望你是对。这不知道谁知道那币值？哇，是10万哦。好，
好，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朱元璋呢，他小时候还曾经到皇觉寺出家，后来的跟红巾军起义。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小时候受够了贪官污吏的剥削人民，他最后才有机会呢成为了皇帝。所以因此呢，当他变成皇帝之后呢，他一定要严刑峻法来对待这些贪官污吏哦。所以呢，其实我们用物价指数来算算看的话呢，在明朝的60两哦，其实呢大概啊可以买现在10万块可以买到的这个白米。所以其实呢，只要你贪污10万，这样的一个官员就要被斩首示众了。那另外呢，像是啊这个官员啊，其实呢只要呢他们有危害百姓、残暴不仁，那就不是斩首示众这么简单了，是会被活活剥皮处死的。雨安姐，不好意思，前面都过站不停，该展现大姐的风范，我觉得不要再让，好不好？加油，来，加油，请出下一题。资币贬值带动通膨效应，使日本基本消费上升。请问其中哪样民生用品的涨幅程度是最大的 ？A. 加工食品 ，B. 酒类与饮料。涨幅最大，我的答案是酒类饮料。B. 锁定。你为什么都是很心虚的？他有我答案，酒类饮料，十岁下旬，你都是那种忍不住这样子，好像没办法不得不讲的感觉。因为感觉这些都是就是要用猜的东西啊，因为还没有去日本，所以不知道它什么东西涨得凶。对啊，去了就知道。涨幅大，因为民生用品都涨。对，涨幅大的意思就是它本来很便宜。嗯，哇哇，你这个。你这个推理很棒，不然呢？那涨幅大就是它本来很便宜，那酒跟饮料就便宜啊。所以如果要讲涨幅的话，就酒跟饮料。谢谢你的帮忙，请揭晓。拜托，拜托，耶！你知道吗？其实日本啊，从今年10月的时候呢，他们有6000多样的商品纷纷都涨价了，这也创下了3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涨价潮。那主要涨价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除了这个原物料上涨啊、油价上涨啊，还有呢通膨啊，以及日元贬值，那日元变小了，那他们的这个酒类有很多都是进口的，特别是他们的葡萄酒70%以上都从欧洲进口过来，所以呢，当然进口的价格也变贵了。所以因此啊，日本的酒商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们最近说呢，同样的钱他们只能买到半罐的酒，这半罐的这个酒呢都蒸发掉了。所以现在到日本的餐厅去哦，也可以看到呢，会这个只吃餐点不点酒的客人居然占了一半哦。请准备100到10000，10000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逻辑错误1000元。逻辑不远，逻辑不能，哎，逻辑一定要对，要不然真的找不到。是，18秒，还有一题，请出这题。疫情爆发以来，专家研究确诊孕妇感染反应，请问怀哪一种性别的胎儿，孕妇的抗体会减少 ？A. 男性 ，B. 女性。我的答案是 A. 男性。所以，为什么是男性？因为怀孕的是女生，所以她肚子里的是跟她不同性别的，所以就像很多怀男生之后呢，她就会长痘痘啊，或者身体可能会一些荷尔蒙的变化。荷尔蒙，我觉得她是有一些，毕竟对女生来讲，她是一个异性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成长，她可能有一些的防御系统会过去，我猜啦。郭医师一直点头，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本来很多孕妇在怀男生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会比较不一样哈，比如说她可能有一些掉头发，皮肤容易发痒，这个都是跟她的，因为要形成雄性荷尔蒙嘛。是男性会让孕妇的抗体变少吗？来揭晓。以来可以看到，男性呢，他们得到染疫的严重率以及死亡率都是远远多于女性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呢，在整个身体里头的免疫反应起来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因此啊，就会促进他的身体当中呢，会有一些炎性细胞的因子。所以呢，男生呢，通常呢，在感染到 COVID-19 的时候呢，他的抵御能力都是比较低的。所以相对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当这个妈妈怀着胎儿的时候呢，也会有类似的情形。所以怀着男宝宝的时候呢，他的免疫能力也会比较低。郭医师准备，
一万在语法提示，请选择。逻辑错误，100元。哎，好可惜哦，加起来不到5000块。哎呦，你们！第一回合结束，现在最赢的赢1000块哦。老王跟俊瑶他们2100目前领先哦。不是吧？来哦来哦。要不换人？换，请起来。我先过来了。不，您还没有连答7题，对，不行。雨安姐，再从你这个开始。好的。下次啊，我不想看到，我想看到你，我想要看到你。我也。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要哭了！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第二回合2分钟，雨安姐准备，请助理。唱歌时的嘴型会影响到声音，请问哪一种张嘴方式最能够唱出自然的歌声 ？A. 下巴和脖子呈90度 ，B. 上排至少露8颗牙齿。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上排露出8颗，那等于是这样子、啊。他会带点微笑，张嘴咧嘴的感觉。那下巴跟脖子90度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你不动的状态，它不就90度了吗？对哦，可是因为我觉得90度感觉那个声道有点折到的感觉。哦，所以重点，所以费玉清会这样。对，那个通嘛，整个声道是通的。哦，是这样子吧？对。然后小时候唱歌，我怎么记得老师一直叫我们合唱团说嘴巴要张大。请揭晓。唱歌的时候啊，其实呢，在这个嘴型上面也是有一些特别的方式的。那要告诉大家呢，其实啊，我们可以用感觉是惊讶的表情去张开放松你的面部。那同时呢，你的上排至少要露到4颗牙齿。那放松的时候可以露出更多的地方，以及呢，你的这个下巴到脖子的这个部分呢，大概是90度到120度，就是一般这样垂直，或是有点微微的上仰都是 OK 的。以及呢，在这个嘴巴的大小哦，前大后小，就是让它呈现一个喇叭的那一种形状，这样子可以让你的共鸣腔更加的浑厚。打你拳者一，严正清，披挂上阵，是对，请助理。坊间婆婆妈妈们流传了孕妇不能够吃木瓜，但是营养师指出，孕妇吃哪一种木瓜是没问题的 ？A. 未成熟的木瓜 ，B. 熟透的木瓜。答案是 B。B 说，助理。熟透，未成熟的不行，叫凉是吧？对，感觉瓜果都比较凉了嘛。嗯，没有熟的比较凉。对对对。熟透了就不凉了。熟透也看起来比较安全啊。熟透也比较安全。不会啊，没有成熟木瓜，我可以做青木瓜沙拉。啊。加辣椒、花生碎、虾米、鱼露，然后一点香菜、芹菜。有点饿。就会有点饿，那就很好吃啦。嗯，怎么说呢？这很难回答。荷尔蒙，是荷尔蒙啊。是啊，因为青木瓜，年轻的女孩子不是吃来丰胸吗？那在孕妇期里面，她的荷尔蒙要维持一个适当的稳定，不然的话容易造成流产。哦，请揭晓。
这上面有一些流传呐，就说呢孕妇不适合吃木瓜，说什么木瓜会造成小孩子可能会气管不好啊，甚至会导致流产呐。那要告诉大家哦，的确你木瓜是要挑状态来吃的。如果是青木瓜哦，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成熟，它里头会有高浓度的果胶，这个时候呢，你吃到这些果胶进去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造成呢这个分泌更多的催产素啊、前列腺素啊，所以的确是会有早产或者是流产的风险。但是呢，它的这个高浓度果胶哦，它会一直随着它越来越成熟，果胶的这个比例就会越来越下降。所以孕妇呢，如果是吃熟的木瓜是 OK 没问题的。我严正来，哎，两位放在无法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逻辑正确，逻辑是正确的，20000元。严正清准备，请朱夏玲。王后阿汉在金钟开场片里头致敬了斯卡罗的片段，他生吃猪脚，如果生吃猪脚遭到感染，会先有什么症状 ？A. 呕吐 ，B. 发烧。哇哦 ，A 呕吐，锁定。我可能直觉是，如果生的应该是蛮想吐的，要吃下去蛮想吐。因为生的蛮想吐的。对啊，对啊。如果这些病毒细菌够多到一个程度的话，发烧有可能感染你，造成发烧。可是它是会先有什么症状？是哪一个先？顺序哦，哪一个先？呕吐吗？揭晓。在金钟奖的这个影片里头的生吃猪脚真的是把大家给吓坏了，因为呢，其实在这个生的猪肉里头呢，它是有含有很多的病菌的，包含了猪肉绦虫啊这些东西等等的，所以其实呢，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包含了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呢，是容易会有腹泻啊、呕吐啊等情形，那到了第二阶段呢，你可能会觉得肌肉无力，然后呢晕眩，开始会不舒服，然后呢会觉得比较昏昏沉沉的，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则容易啊会有呢一些心肌炎、脑炎，甚至会有致死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误食了生猪肉的话呢，首先一定要重视口腔里头的清洁，你必须要先用牙线把它都好好的清洁过后之后呢，再用漱口水漱口，接着呢好好的刷牙，才能够避免病菌入体喽。严正兰，2万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逻辑正确。20000元，1分14秒，继续加油，请注下题。弗兰研究指出，产后一年的母乳当中，什么物质含量会比产后3至6周的母乳还要低 ？A. 乳糖 ，B. 蛋白质。A. 乳糖啊 ，A. 哎，锁定，乳糖哦。这个就是完全就是用猜的，没什么好说的。猜的，来揭晓。你运气很好哎。好，其实呢，母乳在一开始啊，一直到一年之后的母乳啊，里头的成分其实会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哦。蛋白质呢，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以脂质跟总热量来讲，都是一年之后的母乳会比较高。那乳糖呢，则是3到6周的时候的母乳是偏比较多的，因为呢，其实啊，在这个肠道当中的乳糖酶的活性啊，在1岁之后就会开始下降，所以因此呢，在母乳当中的乳糖的成分呢，也会慢慢的随之降低。加油，换你了。200到20000，20000在无法提示的位置，请选择。无法提示，逻辑错误，200元，请注下题。哎。美国科学家针对了妇女经济状况调查后发现，请问贫穷的人较容易出现什么状况 ？A. 衰老的速度加快 ，B. 罹癌的风险提升。我选 A。A 啊，锁定。都会吧，这两个。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心灵上的压力会导致那个衰老的感觉会更明显。哦，请揭晓。好，在这个
美国他们研究了一下哦，年收入不到12万台币的家庭，等于说一个月只有1万哦，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的老化速度是超乎大家的想象。那如果呢，年收入至少要到45万台币的家庭呢，那他的妇女的老化情形才会慢慢的趋缓。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经济压力的确会造成我们的生理呢有更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跟压力，同时也会造成你的整体的状况老化的速度是会加快的。严正兰，2万在不能提示的地方，请选择。一，逻辑错误。当场差了5倍，可惜4000元。请出题。一个孩子掉一颗牙，请问孕妇在怀孕的哪一个阶段容易会出现牙龈发炎的状况 ？A. 怀孕初期 ，B. 怀孕2、3期。B. 怀孕2、3期。对。中国人就牙龈会发炎。对，那可能容易蛀牙，牙齿会出现问题这样。蛀牙的原因是什么？知道吗？我觉得应该是营养跟钙的流失吧，所以它容易被侵蚀、被细菌感染这样。哦，怀孕2、3期的时候。牙龈会发炎，请你揭晓。漂亮。好，这个孕妇呢，很容易会有妊娠牙龈炎哦。那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有牙龈肿胀啊，或者是刷牙的时候会有一些牙龈出血的问题。一直到怀孕2、3期的时候呢，它会更加的严重。那这个牙龈炎呢，甚至有时候会变成牙龈瘤，甚至容易造成牙菌斑的堆积啊，或产生牙结石啊等之类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很严重的话，你必须要去切除它哦，才有办法呢，让你的这个牙齿哦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200到2万，2万在无法提示的位置，请选择。逻辑错误，好可惜哦，2000元。你这个逻辑一下怎么差这么多啊？他给你的都是不会有陷阱的，哦，加油，来，请出下题。许多人想要求姻缘的时候呢，都会拜月老。调查发现，民众认为台湾最灵验的月老庙是哪一间 ？A. 台北的霞海城隍庙 ，B. 台北的万华龙山寺。我选 B. 台北。B 啊，锁定。最有名的不是霞海城隍庙吗？月下的老人。因为我觉得万华然后人比较多，然后我自己也是去那边，那个那时候去研究月老的题材的时候是去那边看，所以哦，月老是直接去那里哦，这样对，那对那边比较有经验，对，因为另外一个不太清楚。因为霞海城隍庙的月老很有名，那是不是最灵我就不晓得。来揭晓，第二回合的最后一题，答对了没有？如果你想要找另外一半的，想要呢来拜月老，告诉大家，全台前三名，第一名就是霞海城隍庙。为什么他的信众这样的众多？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边的月老很快速、有效率，你拜完之后呢，马上可以交到另外一半的对象。那第二名呢，其实就是万华艋舺龙山寺啦。那这是第二名，第三名呢，则是彰化鹿港的天后宫，也是可以保佑大家姻缘美满。那如果呢，你是想要跟前男友、前女友求复合的类型的话，那你就不能够错过的是台中的乐成宫，这里是专门可以让你的破镜重圆的。那第五名的呢，则是高雄的关帝庙，可以让大家桃花朵朵开，拓展生活圈。第二回合结束，三组的奖金，哇，几乎今天看唱第二回合唱独角戏，这位置一换不得了了，46200，其他两组还是一样的状态，原地踏步，46200元暂时领先。要不要换人？换，换，换！不用换，不用换，不用了，不用换。憨哥，这边已经登出了，阿提还没有。然后一个不用，我想按那个龟师。哦，你想按这个？对，我想按那个。好好好，没问题。我按一次，你都轮到你，我要按。好，现在打地权转移到下一位了，俊瑶。是。第三回合只有1分钟。请出题。
快哦。台湾男性迟缓儿的比例大于女性，而且相比之下，有哪一种症状的男性比例高出女生更多 ？A. 学习障碍 ，B. 注意力不足。A 锁定。男生比例高出女生，是学习障碍。这个有一点点运气猜的成分，猜哦，对，因为在迟缓儿在男性的部分的话，好像就是他们会比较，在我看到了，就是好像学习他方面会比较有一点点问题的情况下，请揭晓。我回来了，要有点信心。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哦，你知道吗？在迟缓和的部分啊，男女比其实蛮悬殊的，男生有7，女生有3。那在迟缓和当中呢，又分为自闭症啊、学习障碍啊，这个部分呢也是男女比差很多的，男女呢是8:1哦，是这样的一个倍数的差距。那其实呢，在这些迟缓的部分的早疗相对来讲就很重要了，所以在2-3岁的时候要赶快送去及早治疗。可是呢，在这个里头呢，可以看到男生的宝宝真的也是多很多。那他们也预估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会预期说男生比较活泼好动，女生好像会比较文静安静一点，所以如果觉得这个男宝宝他如果呢特别的安静，好像很自闭，就会比较容易被发现。加油，没有提示的第三回合，没有提示的提示，就是没有。OK， 灵感要再好一点，加油，请选择。恭喜，这次10,000元。来，静瑶，准备机，下一题。资策会调查了2021年零售电商消费者行为，请问民众较偏好哪一种有助于网购的科技服务 ？A. 跨平台比价系统 ，B. 个人化推荐系统。B 锁定。资策会，跨平台比价不是更好吗？是个人化推荐，它就是比较，你可能自己平常在网络上的行为模式，它就可能会已经有它的背后的大数据运算，它就可以推荐给你。所以它的演算法知道你喜欢什么。对。哦，其他不需要的不用推荐给我。对，所以可能在就比较帮助消费这个部分了，针对这个人的族群。请揭晓。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用这些电子的产品哦。那其实呢，在购买行为当中呢，最常被使用的是电子支付，超过50%。那第二名呢，就是在跨平台的这个比价软体上面呢，你可以更直接的看到自己是不是买到最便宜，所以也是第二多人使用的。以及 3D 浏览，可以透过网络上面呢更全面看到这个产品的资讯。还有现在很多人会使用的以图搜图，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但是你以图搜图以后，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产品。来，打力旋转移，多一次准备，请助理。有时太用力说话会导致声音沙哑，但若长期说话声音都沙哑的话，要小心，可能罹患了哪一种癌症 ？A. 鼻咽癌 ，B. 甲状腺癌。B 锁定。不假思索是太简单了，这个题目。鼻咽在这里啊，声音在这里啊，就这么简单啊？鼻咽在这儿，他在问这个，他都太过分了，对吧？哎呀，我脚痛，哎，不可能嘛，对，是啊，请教啊，我们出这么，真是台笑大方了，出这个题目，好台，请揭晓。甲状腺癌跟鼻咽癌的确有时候呢，在早期都很难发现的。那像是呢鼻咽癌啊，那有时候可能呢会出现了那单边头痛啊，或者是有流鼻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后期你去调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竟然已经是鼻咽癌了。那甲状腺癌呢，它常常会出现的是无疼痛的肿块，所以因此如果你在危险的情况之下，长期的声音沙哑的话，可能也要及早就医哦。快出人命，最少3000。最多3万，请选择。你一直在1号、3号在那边选，1、2、3、1、2、3的走，然后你就跑，为什么会变5号？因为我想上次的0是在5号啊。你有记哦？我有记啊。恭喜3万元。
我起鸡皮疙瘩。我也起鸡皮疙瘩。我的直觉就是会出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很准。我的天哪！17秒够你想的。最后一题，请你出题。想切中完美的蛋糕，兜子很重要。请问在切 cheese 蛋糕前，兜子该怎么处理才能够改善碎屑粘黏呢 ？A. 将刀子火烤过 ，B. 将刀子冷冻过。3秒，时间到。冷冻。冷冻。对。B. 锁定。我是反过来思考。你反过来思考。我想说，不会那么简单吧？逆逻辑。切士蛋糕吃过吧？吃过啊，是啊，切过吧。这应该很简单的答案。如果是火烤，应该是太简单了，还是我想太多？我应该想太多。请揭晓。制作就这么简单？对，制作这么简单。好，今天切蛋糕的时候呢，要用不锈钢刀来切哦。而在切的时候呢，你记得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呢，你可以先用火烤的方式呢，稍微把它的烤得热热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放在这个上缘，用拉锯式的方式来切蛋糕，它其实就不会粘一堆碎屑在上面，又可以把它切得很漂亮。但是重点是，每切完一刀，你就要把它擦干净，再烤一次，才可以再切出好看的样子。如果你不想要用火烤哦，其实呢，基本上你可以放到90度以上的热水，放个3到5分钟，它。只要就有受热之后呢，都能够切出很好的样子。可惜46,200元今天赢了，恭喜严世姐、严世兄妹。送给这对兄妹什么礼物？好，要送给你们的呢是文史彩色电子书阅读器组，独特的蛋彩效果跟这些传统的纸质的阅读体验，画面温润不刺眼，还有手写笔绘图、写字功能、那些麦克风与扩音的装置，所以呢可以拿来看书、听书，提升工作效率。送了，谢谢。好好的运用你的智慧，掌握住每一个机会，才能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别忘了，周六周五每天晚上9点，请准时锁定。全民新攻略，拜拜。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嗯，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动力，赶快来订阅哦。